孩子迈出的每一步，对家长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。三天前，公告栏上，下阳路小学因为分流需要摇号才能上，学区房围观的家长议论纷纷。李翔因为欠了200块钱跟债主发生争执。公告栏上表示要按照户口年限来，不然小孩子读书就要被统筹到试验小学。苏醒，刘涛氏得知消息后，赶紧回到家里，想要看户口簿的时间是否符合读下阳路小学。结果被锡兵李光杰氏调系，儿子希望是4月11号迁的户口。下阳路小学是一等一的公办学校，很多家长都想把小孩子送到这里，但下阳路因为招生要求，只能就近原则。群里已经闹翻天了，大家都是下阳路住房居民，大家都为这事着急。锡兵一点不在意孩子在哪里读书，认为换个学校也未尝不是好事。苏醒很着急，下阳路小学是公办的顶尖学校，百年名校，有最好的师资力量。李翔一天到晚喝酒，沈小燕很不高兴，责怪李翔没有早点把儿子李非凡户口迁进来。李翔心里也不愉快，认为当初离婚，法院把孩子判给了自己，大家都是有理由的。苏醒还是在意希望上学的事情，苏斌却想要让他陪自己看电影。何锦华，胡可士，嫌弃自己妈妈，责怪自己妈妈让自己把户口上在蒋伯那里。外婆一直对孩子娇生惯养，6岁了还让喂饭给儿子思远。何锦华认为苏醒是职场精英，所以把他拉进群，可以更好的组织这个读书的事情。子宁落榜一直让何锦华耿耿于怀，毕竟他有2个孩子，一个是思远，一个是子宁。蒋伯认为没有必要，说不定下次子宁就让他扬眉吐气。何锦华打电话给新月妈妈林云云，隐而是想探探口风，毕竟他有一个会赚钱的老公，希望他在家长居委会群里有新消息能告诉自己。林云云接完电话，就给老公打电话过去，但被老公一句开会给挂断了。新月问林云云，为什么开放日那天自己要表演3个节目，而且自己不想表演法语。新月妈妈教育她，要跟同龄人赛跑，只有拥有特长才可以更优秀。李翔趁着沈小燕睡着，又拿走了家里的钱，沈小燕发现后扑倒在床上哭得伤心。苏醒获得国际设计大奖，全公司的人都为他庆贺，果然是职场精英，他的助理感觉特别自豪。苏醒的领导为了让苏醒轻松点，又挖了一个设计师沈子浩，传说中爱挖别人设计方案的人。苏醒很有气魄，表示自己晚上会拿出方案。小区家长都因为孩子读书的问题找业委会反映。沈小燕跑到隔壁小区来询问，该业主委员会主任只有逃跑，他也没办法解决孩子们读书被分流的事情。苏醒表示一定要给孩子争取更好的教育，要在孩子起跑线上加油，但苏斌并不是那么支持。助理联系了客户让苏醒赶过来谈方案，顾客是顾家伟，在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当律师，苏醒过来帮他设计，
但顾家伟给人感觉就是很自豪，沈子浩一直就在旁边拍马屁。苏醒把自己团队的设计方案展示出来，但被顾家伟否决，认为他第一次跟自己见面就迟到，不过看在苏醒是美女的份上可以商量。苏醒很直白怼回去，因为顾家伟太看不起女人，认为女人一旦有了家庭，在事业方面肯定缺乏精力，对女性性别歧视。苏醒反问顾家伟是否有家庭，顾家伟表示自己负责挣钱养家，太太负责貌美如花。苏醒还惦记着孩子读书的事情，沈子浩表示自己可以帮苏醒搞定难搞的客户，反正都是帮助公司，希望苏醒跟他一起配合熟悉公司业务。西兵在网上找手办店，同事要离职了，为了孩子的学习，要转到南半球去。同事表示老婆消息灵通，在孩子教育问题上，老婆最有发言权。西兵就不能理解，为什么非要盯着重点小学，普通学校也是可以的。苏醒回到家里，西兵送来玫瑰花献殷勤，苏醒提醒他，教育局的电话不要忘记打，要了解最新的行情。苏醒感觉最近很不顺利，除了自己在拍马屁功夫上不行，专业能力是很强的。希望发来微信视频，爷爷教了希望一个表演，还卖了关子。苏醒很开心，儿子是他所有的动力和源泉。林云云找到自家户口簿，看到入户时间是5月20日，还请老公赶紧下来吃饭，没想到他老公正是顾家伟。顾家伟表示自己晚上有会，不能按时回来吃饭。林云云有点不满意，老房子搬迁，新月迁户口可能会受到影响。顾家伟大男子主义，让林云云不要质疑自己的能力。自己有的是社会关系，就算下阳路小学很好，但他想把新月安排在其他最好的学校。顾家伟让林云云不要操心，平时只需要优雅大方，培养好新月就行，而且在学校必须是第一名。林云云买咖啡豆，碰到何景华，两人的孩子都在一个幼儿园，新月时刻夸奖思远大方。林云云和何景华都在为了孩子的事情操心，何景华希望林云云能带头，表示自己有个大群，可以让他进群多提提意见。沈小燕教育凡凡学算术，想要奖励他一个礼物。李翔买回来油炸的东西，乘机偷走沈小燕的钱，被沈小燕发现。李翔死皮赖脸，认为法院把孩子判决给自己，沈小燕就必须付抚养费。